大家好，欢迎到 YA Diary 文具店人生，我们又来啦。这一次是在台北特定北投阳明交大的日日文创铺。文具店整体的风格有一种小巧清新的感觉，商品的陈列分类也很整洁清楚，中央区域有常见的笔类和一些纸品，那旁边这一大圈是依照不同的文具或杂货类型还有品牌来作为区隔。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巡一圈吧。首先看到这里有非常多款的西服品单色笔记本，这些发穿纸笔记本啊，纸张很轻巧，适合用来写钢笔哦。旁边这里是日日文创铺的经典项目之一，来自日本竹尾制纸的日本极黑笔记本，这种极致的黑色设计让牛奶笔和珠光笔都非常的显色，而且纸质摸起来很不错哦。好，再来我们先往左边看一下，有很多纸胶带和印章的身影，像这边啊是安安的框框系列，我们先前在 Pro 箱有拿过，这是拼贴的实用款。这里是日日的自有品牌，三款优秀的手作素材，分别是描图纸、磨造纸和牛皮纸材质的打底纸胶带，可以方便来做各种的拼贴需求，所以这个独家千万不要错过。不只是纸胶带，每间文具店几乎都会有丰富的印章，当然这里也不可或缺。这一本里面呢有三张空白的白板卡，用来重复书写事项非常方便。大家还记得我们有曾经介绍过复古票券吗？这边也有哦，是这种很像是放在点心袋里面的精致组合包，如果想要尝试复古拼贴的话，可以拿一两包来试试看。这里有非常多来自 SUS 的美丽 TN 手工缝制本，尺寸有长本还有 PA 这种护照型短本，适合各种的书写情境，而且内页还有不同的款式可以选择。同样是手工制品的还有这个品牌的手工纸材，有圆形的样式，还有这一种每一张花纹都不同的手工纸包，多款丰富纸质，你值得拥有。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我还没有踏入的蜂蜡系列，这里有美丽颜色的蜡粒，还有这一种好精致的蜂蜡章。哎，看一下这里，它根本像饰品一样又闪又美的，这种金色银色玫瑰金很贵气啊，还有这种音符款，是不是艺术感和独特性都兼具了呢？天哪，这一种按照色系排列的水滴印台，看过去真的好疗愈又好舒畅哦。文具店呢，一项重要的灵魂角色就是笔墨纸砚中的第一位笔类，在中央区域有多款我们熟知的品牌。再来看一下这一面美丽的墙，是色彩缤纷的纱线，而且不止颜色很多，在样式上也是有细腻的变化的，丰富性和养眼程度真的是让人惊呼。那除了整卷纱线之外呀，还有这一种已经包装好的小包系列，如果你有选择障碍的话可以参考看看。好，我们还可以看到熟悉的烫金笔，这边它有新版的三合一包装哦。这三款杯垫是日日文创铺还有设计师的联名作品，只要符合条件之后再下购就可以拥有。影片前段我们有提到的极黑笔记本，这边还有他的家人，是明信片大小的卡片款式，同样是他们的自有品牌哦。这边再重申一下哦，这种色彩缤纷的文具们呢、把它们按照色系排整齐，真的啊，这心里好舒坦啊，就像口渴的时候大口喝水一样畅快。
在日日文创铺和一般文具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这边有日版的一番赏，还有日本的限定玩具，所以可以在这里逛逛文具，顺便看看玩具。还有一点呢，这边的扭蛋也很不错，有传统的玩具扭蛋，还有文具限定扭蛋，都很值得来试试看手气哦。好啦，以上是这一次的文具店人生。那这里有不少高品质的文具和周边小物，而且还有来自日本的玩具以及一番赏。在逛文具、买文具同时，还可以玩玩具，一起在日日文创铺度过快乐又丰富的时光吧。文具店人生，我们下次见。